这边的是哪一所高中啊？碗跟球，碗跟球是同一个脱钨现象。是的，这是缺电子，是多电子，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化学键连起来。我觉得科学是一门很有趣的课。我觉得科学可以充实自己，探索未来。您的学习热忱，科普一传十看到了。2017年10月，诺贝尔奖了没？再次到台大思量馆国际会议厅。让我们一起听知识大师们将专业知识转化，给你精彩对谈及导读。10月23至10月25，下午1:20至3:20，诺贝尔奖了没线上直播报名中。